定你自己的造型了，这次的造型也蛮特别的。英伦风的衣服，然后就是也是因为冬天到了，所以想要传达给大家就是注意保暖。那里面有穿吗？里面有稍微就是折一下，里面是比较薄的衣服，然后外套是很厚很厚，对，所以 OK。所以这尺度以后有可能在就是回馈，有没有回馈粉丝一下？就是以后里面不要穿什么。其实从《Come Back to Be》到这张专辑，当中就是所有很多场都跟大家讲过，说我之后要，给大家福利，就是练身材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最近就是很懊恼，为什么就是没有肉这样？是自己遇到什么瓶颈吗？也没有，是可能是肠胃真的不太好，所以。我也是现在是调身体当中，所以希望大家再等我一下，我会尽力练身材给大家看。对，现在进度到哪？身材的进度？身材哦，四块一直都有了，只是现在也脱下来，也会怕大家觉得我太太瘦，对，太薄这样，对。